果你不看着镜头，是看着镜头的远方，要看着很远的地方。对，但是你不要，你为什么看着很远就眯眯起来？没有要看很清楚，未来是看不见的，真的。但是要很有自信的睁大眼睛看着前面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立法委员林俊宪，又到了我们开箱国会的时间。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就拜访美女主播林楚英。我们来看看一位媒体人出身的楚英，她的办公室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吗？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开箱国会，今天我们来敲林楚英委员的门。来，欢迎欢迎，俊宪，我等了好久，终于来到我的805研究室了。哎呦，今天真欢喜来这看麦。真是我的办公室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大家想要看，应该是我的直播间对不？我的爹 YouTube 频道啊，是我们搬到办公室了，是这样子才可以结合我以前过去的专业啊。今天来，我们可以礼拜看吗？来，请进。这蛮好乖嘞。各位，我们可能都看过楚英的《台湾好声音》，原来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。大家一点刚刚讲阿弟乖，那面色不好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就没有。够亮我们看不到，可是观众可能感觉不到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在很多摄影头或者是在很多的 YouTube 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打灯。在我这里呢就有一些灯具，来打开之后，基本上这里就好像一个摄影头，有没有？大家现在看是不是整个俊宪委员更帅气了？整个你看我擦啊，各位观众，按蒙印的，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有啊，好，赶快留言，应该是有啊。因为这样子就是打了灯之后啊，这个灯正面光照过来之后，人就会有阴影，会有角度。而且其实除了这个就是摄影灯之外，哈，就是说从上面到的摄影灯之外，其实网美灯还是少不了。什么叫网美灯？这个其实就真正是很多的这些网红网美所用的这个网美灯。大这个网美灯。对，它直接呢就会照射在我们的脸上。各位观众，怎么变灯了？哎，我问摄影机，有打了。打了这么多个灯哈，网美灯之后，效果真的有比较好吗？有，超级非常无敌帅。点头一下，镜头一个。我迫不及待要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。啊，说你拢底下做的直播嘛？对。哦，那我们楚英哦，就把他的问政哈，把他的一些想到的非常好玩的点子嘛，也跟大家分享，随时可以在自己办公室制作。因为像这个哈，像这个，我觉得我们都称作叫做形象墙啊。其实很多委员大概他是会做一个，比如他的 logo 啦，像这个这样就是亚克力的字，这个是我们请人家去设计，就是用我林楚英的音，就是台湾好声音。对啊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要帮大家发声，帮民众发声。你就被责任呢，这个权力还独一无二。俊宪今天来小小摄影棚，要不要先体验一下？就是说，既然网美灯都帮你拿好了，你要不要来几个帅气的网美的 pose？ 太帅没关系啦。太帅哦，反正是你我们没有人。我是怕人看到本人会失望。不会。然后拍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就是要气势气场要出来。对，有没有？啊，比都啊比。其实基本上因为我是政治人物，好像国家有规定都要比战。国家有规定要比战吗？我看每个人都比战，不要比爱心吧？不要比。对，没有。如果说其实一般我们在拍形象照的时候，因为要感觉出来要专业，所以就是第一个要身体要挺胸，对，然后呢要镜头看着镜头，看哪里？镜头对着镜头。那它对着镜头是一种专注力，就是说跟前面镜头的那一位说相信我 ，trust me， 我很那个。对，我们就看着镜头。对。啊，表情微笑，表情就自然的露出自信的笑容。好来，一二三，咔嚓。好，知道有帅吗？到时候后置截图进来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不看着镜头，是看着镜头的远方的话，另外一种感觉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种愿景 ，future。自信，对，但手不要出去，你是要放在一个这样，要看着很远的地方。对，但是你不要，你为什么看着很远就眯眯起来？没有要看很清楚，未来是看不见的，真的。但是要很有自信的睁大眼睛看着前面。我发现呢、啊，就是
接下来小编你们拍老板的时候，老板没有办法看镜头上面，你要看着那个镜头的前面，这样就是看过去，就觉得好像远远在这里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哦，像是可以的。好。就是往上，我们这里来放这个。好啊，来。很有。你风声简洁哎。对呀、啊，其实哦，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你会突袭检查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那个。没有特别。没有特别那个，就是。打扫整洁。对对对，没有特别打扫。这还像个办公室嘛？就我今天来这里上课，学到很多。就是你不是老师上。那我听说你更厉害了，不是当个媒体。这是瑜伽，是瑜伽吗？那我们要不要来上课一下？难道你是大师级？没有，我是练了十多年了，但是没有真的到很厉害啊，就是还可以比各位没有练的委员好一点。所以就被连接了。我干嘛你技术要就行嘞？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姿势？是不是入门级，要幼稚园的，身体不用折来折去。不用。我只教一个简单的动作。真的啊？对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有一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它会测试到你的核心肚子有没有用力，然后你脚张开有没有用力。我们就做一个最重要的术式，这个术式其实很多人大家都镜头上都看过，可是能不能撑住就看你肚子有没有力，腿有没有力。好，首先就是把你的右脚举起来，然后抓住你的小腿。好，左脚用力，然后撑起来，撑在你的这里。撑住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对，然后手放在胸口前面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有没有不可以晃？我利用你这个时候撑住啊，是脚要顶住，顶住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但很难做？很难做吧？对，要维。应该让我去讲。可以，完全可以了。然后要打开，吸收日月精华。啊、是哦，很好，然后下来。再下来。好，右脚完了之后，左右要均衡，瑜伽就讲究的。所以呢，换要把左脚举起来，撑住，然后撑住，好好。我们这边对啊，你要你的左脚用力踩你的右大腿。大腿用力，肚子用力，身体要站直。想象你一棵树，是一棵树，头要往上。这棵树多点红苔，一个呵。看起来很简单嘞。对，看起来很困难，就是我想你这里要用力，你的左边先撑住那个大腿，用撑直，用力，肚子用力。想象你是一棵树，往上，手举高。好，再收回来。好，放下。很简单，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开始累了，流汗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很简单，可是会流汗的。对，下次去找那个委员办公室，可以吃吃喝喝的，真的太危险了。没有，我个人觉得，小编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让你来，就是因为小编觉得说，终于老板吃喝太多，终于需要来运动一下了。小编一定很开心，没有想到居然来另外一个研究室里面可以整老板，太气很热了。那我们好了，我的朋友来了没有？哎、欸，我靠，电话来派去。哎、欸，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们的特别来宾。谁？我哎呀，我找到你前世爷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呀，爱你啊、欸！谢谢。祝你喜双十宝宝。哦，谢谢。双十节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是国庆宝宝。谢谢，好感人哦！我的阿纪跟我的哥哥来帮我庆生，虽然穿着那个瑜伽服，那耳朵还有点冲三万哥啦，都是啊。想睡，我几万单不想睡。谢谢阿丽娘，我那都是白狼狼，你知道不？我黄桃，你黄桃，你外公哟。对呀，对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要不要唱个生日快乐歌？来，应景一下，来。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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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十宝宝，谢谢，生日宝宝，祝我们台湾国运昌隆，对，然后祝怡景郡县身体健康。选到你们不想选，不然就是要一直连任，谢谢。
好啦，你手要拗住，嘿，你啊，脚掌要平呀，嘿，先关。这也用力。你用麦当出来。然后这样就有好，哎，很好，好来，开始，要至少从十秒开始，先生。哎，你这个要往后踢，感觉你踢我，踢我，像就像踢我一样，踢我，对。对，这样哦，肚子要撑住，撑住，对，要平的。你这样才有力。对，好，这里用力，就是这里用力。我有用力的。对，差不多一杯咖啡的时间，我就喝杯咖啡。没有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三十秒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三十秒没？哎，我觉得怡景瘦子所以很厉害。好，巨蟹你这样也可以，或者是双手同嘴，预备，开始。好。哎，巨蟹你也不错，你果然都是有练的耶。有练。哎，我发现啊，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真的是个体力活。我有练。就是你看大家体力都很好，就知道为什么民进党的战斗力坚强。因为你看民进党随便来两个委员，都可以开始撑平板撑，而且这一位已经撑超过一分钟，这一位马上进入三十秒。奇怪，今天怎么回事？要发奖品吗？你可以先去吃完饭再回来叫我。对，好好，那我先去吃蛋糕了哦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